呀你！老板，老板，你爸干嘛去了？我有话要问他呢。我爸到里屋上趟厕所。上厕所是吧？好，那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瓶酒哪儿来的？哎呀，这瓶酒是我爸上个月过生日的时候，他一朋友送给他的。这瓶酒是我妈前年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我妈的，前两天我还问她呢，她说啊那瓶酒啊它圆咕隆咚的，谁知道咕噜哪儿去了。老板你千万别生气啊，整件事我已经分析的明明白白的，老板你放心，一定给你处理的漂漂亮亮。你怎么处理？我赔你一瓶酒。邓明川，你用你脖子上这玩意儿好好合计合计，这是一瓶酒的问题吗？赔你一箱。我给你一箱套子。来你过来，来我问你啊，假如他俩真的谈恋爱了，以后你在公司怎么称呼我啊？那我在员工心里还能有微信吗？你是叫我老板还是叫我老妹？来来来你告诉我来。老板，首先我觉得咱们这个称呼可以不要那么具体，你可以广泛一点。你好比来说，我见到你，我说哎，那谁，你过来来。哎，老板，那是我，你叫我哈，就咱俩偷摸的，噗噗来。哎呀，这也不好。老板，我要表达的是啥？我想跟你说的，就是我要说我编不下去了。那张照片中第一眼看的就是我爸，漂亮。老板，少喝点。继续。哎呀，这个还不走呢。不是咋造上了在这屋啊？造酒啊！来，姑娘，你喝什么酒呢？我这酒味道不错呀。姑娘啊，你到人家俩随便拿你酒呢？味道不错。你知道这个酒对我多大意义吗？说说你动什么气？孩子，你进人家有没有点素质啊？人生就像一场戏。邓明川，你能不能管管你的朋友？老板，邓明川，你管管我。爸，你放心啊，老板，咱都别说了，行不行？今天这事儿啊，我处理。我都没舍得。老板，我大义灭亲了。干啥呢？爸，几点了？他想唱会儿歌曲。我这个职位呀、啊，你唱什么歌呀？唱歌呀。我其实很压抑。你干啥呀？集团年会上我都没这么放肆。今天豁出去了，给我你的手，很低的腰力。几点了？让我们融化在你身上，你邓明川。不要在意昨日的忧伤片段，不要理会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。让我们一起摇摆，全场的朋友嗨起来，一起摇摆。别做了，我迷糊的。忘掉所有伤痛来，痛吧，一起摇摆。叔叔，你起来呀，转起来就不晕了。什么？老爷，谁的谁？哇！完了，家里来客人了，我刚才让你俩走，你俩不走，赶紧给我进屋去。进就进，我倒要看看是谁。老板，我爸根本就没有跳舞的天赋。这还没天赋呢，都快跳飞了。老板，你听我说，我爸刚才那两步啊，这不对。来了，来了。那就请吧。就这么干站着，不打算带我参观一下吗？哦，我都跳懵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们家客厅，卧室，仍然还是卧室。这是厨房。这是书房，哎，杨女士，这个玩意你应该认识吧？这个叫做大门，它不光能进人，还能往外出。杨女士，来，你试一下，来嘛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出来，来来来，干啥去？出去跳啊！外边冷，就在这跳就行。来。来来，你进来，来来来，你进来，来来你进来，来，咱俩快点的吧，跳啊！杨女士，一会儿你儿子回来了，来准备好，手给我，来准备，5、6、7，妈，佳佳，等妈妈跳完这一曲的。